我是李福平，来自布袋。听书记讲，今仔日爱面对足侪人诶，我紧张甲皮皮喘。用布袋戏的方式分享，李福平患有小儿麻痹，行动不便，一眼弱视，一眼全盲。因为惯窃，以前他是监狱的常客，是社区的头痛人物。以前厝边隔壁拿物件碰见，拢会想到我，拢无介意我。自从我来环保站以后，看到我的改变，即马厝边隔壁看到我拢真欢喜。投入环保不嫌累，打扫环境不嫌脏。李福平是志工秦雪英从事居家照护员服务的个案。此际接引，除了定期关怀，为他修缮漏雨的屋子，翻转手心，生命从此不同。现在的福平是环保站的宝，是我们心中的好伙伴，缺他不可哦。上人行脚嘉义志工分享九月十号强降雨酿灾，嘉义志工第一时间倾全力救灾。非常感恩，真的慈济的师姐和师兄们，真的今天早上他们一大早就来，就真的第一位来关心我们。大水无情，人间有爱，志工替受灾乡亲清理家园，给予最及时的协助。受灾吼，一时间啥物都拢无啊。实在是看到足唔甘的，想想家己是这么有福的人，会当付出。上人说，人要有无常观，真的是要把握当下。当你有福的时候，你更要去付出。温暖的付出，成为受灾乡亲最厚实的依靠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李月维嘉义报道。